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昨天讲到，我们得戒的两个重要的因缘，一个是所缘性。所缘性就是我们造戒的时候，我们承诺的对象，这就是当我们认识到我们所承诺的这个对象众生有情，还包含着无情，这个承诺的对象是无边的，所以我们呢也能发起无边的戒，也能产生无边的戒体。那么另外呢，就是发心，就是这个发心决定了我们这个戒的，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戒体，上品戒体还是中品戒体还是下品戒体。如果我们发善品心，我们就能够得到善品戒体。那么这个发心和对这个造戒的时候的这个所缘境的认识啊，就是我们得戒的两个重要的因缘。那么这个内容呢，本来是应该在造戒的时候说的，但是这个造戒的时候啊，那么恐怕没有办法把它说明这么详细，所以在前面，先在前面把这个意义说清楚，帮助我们在造戒的时候，就是作为这个金摩师这些造戒的和尚戒师，就是为戒子开导的时候，就可以根据这些内容来开导。那么下面进入第四个问题，要讲的是叫做安置处所。这个安置处所就是在造戒的时候啊，应该把戒子安置在什么地方，就是让它待在哪里。就这里，在这里当然还没有这个，还没有正式开始造戒了。在事先，在这个前行方便就是的时候，应该把这个戒指啊安置在哪里。当立少戒人自眼见耳不闻处，若少戒人离见闻处，若在戒外者，皆不明少戒。这个要把这个少戒的人啊要放在眼见不闻处，就是这个实界是可以看到他，就是看到他这个少戒的人啊。但是呢，这个少戒的人啊，就是戒子啊，他又听不到那些戒师们在说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就是一个方面，就是说为什么要，就是要放在眼睛可以看到的地方，为什么又不能让他听到这个揭摩师说什么？那么下面就有说明：恐听揭摩，故着离闻处。就是这个，因为这个造戒里面有很多揭摩，有一些揭摩啊是直接对造戒的人做的，就是比如说最后的这个103揭摩，那么戒子肯定带的。那么还有一些揭摩呢，是这个十师啊之间互相做的，戒子是不可以听的，所以不可以让他听到，所以叫，所以必须要
这个让他还没有开始进入开始正式上帝之前呀、啊，那么必须要让他这个待在那个听不到这个金摩斯做法的地方。那么有恐非法，令生眼见。那么同时呢，就是说这个造戒的人是不是合法？既然我没有开始造戒，那么要让这个戒和尚们能够看得到，知道这个人啊，他是不是一个大概，他是不是一个合格？比如说从这个各方面，这个长相啊，样子到这个威仪啊，就是大概让首先让这个戒师们对这个戒子有一个谱，心里有个谱，所以要让他待在可以眼睛可以看到的地方。那么这个五分里边，那么对这个问题也有一个说法，在五分里边，一起过户心安戒堂外眼见处。这个因为起过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个过去的时候少戒啊，有这个戒子啊，他没有衣钵，或者说他的衣钵是借来的，那么这都是不如法的。所以呢，这些情况啊，必须都要让这个戒师们啊，对这个戒子啊有一个了解，那么有个大概的了解，那么这个了解呢，就是要这个让他待在这个能看得到。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接下来，四分闻名，界外问灾难者，心直少者，多在界内，此以义无伤，顺善立文。真邪云，教少师，尽将不远不近处，让这个戒子啊，待在眼见而不闻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主要是要这个教导师啊，教导师需要对这个戒子啊做一个什么呢？需要做一个体检，需要做一个造戒之前的体检。这个体检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就是这个体检是属于身份的体检啊，不只是到医院里边去检查一下，这个有没有得什么重病啊，就是这样子，要对他的这个人的这个身份，做一个全面的体检。那么这个体检，也就是问十三难，十六则。其实这个十三难十六则啊，等一下在这个正式少戒的时候，要正式即将进入少戒的时候，在揭摩师，揭摩师啊，戒师啊，他会正式问的。但是因为这种正式的场合问啊，有的时候往往没有办法对这个体检啊，没有办法问得很清楚，因为人多啊，就是怕等一下问的不如法，所以为了这个造戒子的这个身份啊，有一个合格的如法的身份啊，所以呢，在造戒之前啊，这个戒师啊，提前会在一个就是单独的了解一下，就是问一下。那么这种问事呢，它不是正式的，它只是一个单独的比较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个戒子啊，在身份上是不是合格。所以这个安排的是蛮细致的，我觉得。所以在什么地方问难，那么这个教导呢，要事先对这个戒子做一个体检，就是通过十三难和十六则来对戒子做一个体检。那么这个体检应该在什么地方啊？这个例主就说，心直少者多在戒内，礼义无伤。那么这个现在造戒的人啊，这个安排主要是在戒内，戒内也是可以的，顺善立文。那么深解云，就是深解律里边说，教少师应将不远不近处等，就是这个教少师啊，应该带着这个戒指啊，在不远不近处，就是不远不近，
整个要闭眼不进的，就是刚才前面讲的，就是可以看得见，但是他又听不到这个筋膜这边做法。那么因为在过去印度很多时候造具啊，它有的时候直接就在这个露天底下。那么下面，若多人共造者，定两处安置，一多人行律，另万卷身，取净注意。就是如果要造具的人多，比如说这个有两三个啊，三四个啊，就是那么在这个教授时代单独问真案的时候啊，做身份体检的时候啊，那么最好呢，把它安排在两个地方来问，那么这个安排有什么意义呢？就是一多人行律，另万卷身，取净注意。一个就是这些人就是站着，让他们能够看到身，远远的看到身。这个能够起定重的意，定重意。二将问难离身及离沙弥处，于中问缘，必在同处一得。关于这个问难的人安排的地方啊，他待的地方啊，应该要离，一方面要离开身，另外一方面要离开沙弥，就是问难，不可以让这个沙弥听到。另外一方面呢，他要跟这个大众生啊有一定的距离，以及中问缘，及中问缘，就是不要让这个要离开沙弥。第二个呢，要离开身，离开身，他就可以就让他能够单独的问缘，单独问就不会紧张。就像一对一的问，我现在对你一个人问，你就不会紧张。你要来一个造具的人啊，面对要十个二十个人问啊，有的时候就会紧张，人多啊，没有办法问的详细。恐后问如前，心不尊重。为什么说要安置两处啊？就是说一个人，比如我现在对这个对三个人，我三个都问同样的内容，那么有的时候啊，这个听的人啊，听了之后啊，他就不耐烦，老是问这些问题，应该不尊重，所以把它分开，这样比较好。应各令缓批七条及衣钵再举而立，那么让这个戒指啊，先要缓批七条，七条反过来，那就是变成浪衣了，因为现在还没有造戒，还不能正式的这个披，所以先把这个七条披翻过来作为浪衣披，然后塞在那里。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就是讲这个要给这个戒指啊，就是给他私下做这个体检的时候，需要呢这个需要这个僧团啊，需要委任。要通过这个开会啊，委任谁呀？委任教授师，我们讲的三师啊，就是戒和善、筋膜师，还有教授师。现在要僧团要通过这个会议啊，这个委任这个教授师来给这个戒指啊私下做一个体检。所以第五就是单白，要通过这个单白呀。单白就是在这个重法里边，在这个重法筋膜里边最简单的一种，就是只要就是白道一次，就是宣布一次，大家没意见就可以了。四分零由界外脱衣看，自令少子残此，拘留少戒室。那么佛言不得入行看，单胎人问难事。四分，因为讲到这个问难，那么在四分里面就讲到了。那么问难，这个问难它不只是关于这个了解这个人的生活经历啊、长相啊，
同时还要去了解这个受戒人的一些生理问题，是不是这个寒门啊，是不是二根啊，然后做一个身体上的检查。所以这么一来呢，这个最初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就是把这个，就你要每个受戒人都要把衣服脱掉检查，那么脱掉呢，那有的人他就这个觉得很羞耻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如果现在的话，应该到医院检查，到这个受戒之前啊，应该先到医院去检查，有个证明书，你这个人的生理是不是正常呢？这样可能比较好。我觉得等一下这个，这搞了一大堆半男不女的人出家，这也是麻烦的，你不知道他是比丘还是比丘尼，搞不清楚。所以这个脱掉衣服检查，结果就影响到这个受戒。影响到少戒，影响到一些人少戒的心情和情绪啊！我们出家的人还给我们这么搞啊！佛言：不得入行看，当他人问难时，我说不要把他衣服脱掉，问一问就可以了。尤其不能在公众，你对着石狮来啊，把衣服脱掉检查，这个有点尴尬。所以他人问难时就可以了，要派人。到私下慢慢的问，这个安排挺好的。那么下面就是要这个委派，这个僧团啊，要委派这个教导师。五分，令和尚以揭摩师，长老今作揭摩，勿以为师。长老今少揭摩。那么接下来就这个五分里边讲了，和尚啊就要开始宣布了，和尚跟揭摩师说，长老现在开始做揭摩吧，给他打个招呼，现在开始做揭摩吧。那么这个和尚啊又跟这个威仪师，也就是教少师啊讲，长老今少揭摩，你来接到这个僧团的这个委任。那么四圣里面说，又引了四圣里面说，比戒师当问，谁能为某家做教导师？那么戒师啊，就问谁能够为这个戒子啊，新戒啊，做教导师啊？那么这个教导师就回答，我某家能，我可以来承担这个工作，这个角色。那么在这个做揭摩之前，通常要做什么呢？就是先要合身，凡是做揭摩之前啊，先要合身。什么叫合身呢？就是应所意问合，要所意问合啊，就是每一个揭摩首先都会出现身与否，在这个戒备的出家人都来了没有？然后这个就回答身与否。都来的，没有人没来的，和合否？那么这个来参加的人啊，他是不是很和谐？是不是都能够来这个认同啊这样的一个活动啊？然后这个未来没有来的人有没有请假？有没有请假？这些东西都要事先要问，分析都没有。没有来的人请假了没有？那么做任何一个这个揭摩之前啊，都要做这样的一番这个审问、审查。然后接着这个戒师啊，他会说这个身心和所作为，就是今天把大家集中起来干什么呢？今天把大家集中起来在一起来干什么？今天准备要做什么？然后就答言他教导三白揭摩。就是现在这个活动主要是要做这个三白教导揭摩。那么因为在这个受戒里边啊，要做揭摩的内容有好几次，所以这个回答呢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个别的回答。如果个别的回答，比如说你现在这个所意问合，就是为了做三白教导揭摩，那么你下一次你再做揭摩的时候，你还是要所意问合，所以呢它有一个总的回答。所以这里说如此是答。只各得做一法，若总答言，少戒揭摩，
后更不集合。如果说只是回答少界结魔，那么这个所意问合啊，只是对这个他叫少当来结魔，这个处理这件事情是有效的。那么如果说回答是少界结魔，就是我们现在把大家召集起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少界。那么如果这样回答的话，那么这个所意问合啊，那么对这个整个这个少界都是有效的，不需要你做一个结魔之前又要问一下身体否和合否，有点太啰嗦了。所以在回答的时候最好就是只有一个少界结魔，所以后就不可以就不集合了。乃至多人力通问答，不得过名相。但是你这个所意问合啊，你的有效期啊是要在名相出以前，如果名相出了到明天呢，那么你这个所意问合啊，这个一起做法就是你只能只限于做这样的一个活动，你要超过这些或者说别的事情，或者人已经散掉了，那你做另外一件事情啊，那另外又要合身。那么下面就是正是怎么样，就是这个身众啊，怎么样来委任这个委派这个教少师。借师应白言，大德身经丙某家从和尚某家求少祭祖戒，若生时道生冷清，某家为教少白如是。那么借师要做一个揭摩，这戒师也就是揭摩师。那么揭摩师说了，大德身经丙某家，就是某一个人啊，从某一个从和尚啊，某一个大德啊少戒。若生到生人心，如果大家都来参加的，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同意或者支持。某甲为教少师，就是请某甲为教少师这件事情，白如是，就是这件事情，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认可、同意。那么这个宣布完之后。生冷漠然故，事事如是之。如果大家都没有意见，都不说话，表示就是通过了。不是要极少才通过，而是不说话就通过了。漠然还是通过。如果有一个人极少啊，那就完了。那就是这个事情啊，那就是有意见。然后没有意见之后啊，定下座以身礼，暗藏威仪，道少得所。这个教少师啊。这个僧团委任完了之后啊，教少师就要从他的座位里边下来，然后对众生啊，这个行下礼之后啊，然后就到戒子那里去。我们说戒子在哪里啊？戒子就是待在那个眼见耳不闻处，戒子在那里待着。然后现在到教少师到他那里去，所以第六个讲呢，就是出众问言，出众问言，这个问言也就是问真难啊。也就是这个教少师出众给这个戒子啊做一个身份的私下的身份的体检。所以我们应该讲到第四、第五、第六，就是这些内容啊，基本上啊都是属于关于问真案的内容。都是关于问真案的内容，也就是都是关于对这个戒子啊身份审查的问题。所以这个身份审查是一个蛮重要的事，因为直接它关系到这个出家人的这个素质的问题。所以我们讲这个僧人的素质的提高啊，首先就是在出家的这一关一定要把好。我们来的人，我们来出家的这个居士啊，他本身就是一个素质很差，或者根本就是一个不合格的。这样的人，他的来源本身就是素质很差，
那么像这样的人，即便出家之后，他的素质啊，一时也是难以提高的，一时也是难以提高的。所以我们这个研究所招生呢，我们对这个学员的素质啊，也是蛮重视的，因为我们觉得，有的时候这个素质啊，或者各方面太差，就是培养起来也是比较难。下边就是出众问言，就是出于大众啊，就问这个僧啊，所以儿子恐在众环部有无差错，贫富不威，安怎得子？即即一律问之。为什么要出众问言呢？不一次性的解决问题，直接让他到这个少界之前啊，直接由坚摩师来问啊，为什么不这样？为什么要这个？就是要做一个事先的审查，出众问言，原因是因为恐在众环部啊，恐怕他在这个大众下问啊，他会紧张，然后在回答的时候呢，有无差错啊，有无会产生差错，有可能说成没有，没有可能会说成有，然后因为紧张的关系，就没有办法把问题。这个问得很清楚，听的人也不是很清楚，贫处不威，所以在单独问啊，这个他就不会紧张，安审得时，这样呢才能把一些问题搞清楚，所以要一律问之。但生难之中有得不得，前广分别，令其实相，使问难者细法明断，使问答相应，无有迷妙。这个真难也是一个蛮复杂的事情，十三难，十六遮，那么尤其在遮的这一块，比如说生理问题，它究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什么条件能够得戒？什么条件不能得戒？什么条件呢？得戒又得罪，还有在这个身体方面的长相，就是说。到底难看到什么程度？所以这里面有个界限的问题啊，它不是很简单的。我们现在如果对少界的人说，你有没有犯贼度啊？他知道贼度是什么？你说，你有没有犯边罪呀？那边罪是什么？搞不清楚，搞不清楚啊。所以呢，事先啊，要这些东西啊，首先作为传界的人，首先你自己要清楚。你看很多这些传戒的这些戒师啊，他可能自己都稀里糊涂的，那么少戒的人呢，他就更不懂的了，所以为什么会出家来这么烂，素质这么差，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出家这一关，少戒这一关打不严。少戒呢比较有专业的这个是属于这个要有专门少戒的地方，这个是属于专业性很强的东西，而不是说谁都可以做的。就像这个国家里边，法律，那么这一块就是要法院来，这个财务就是要这个不同的东西要有不同的部门，要有专职的部门，其实佛教也是一样的。当然按过去的情况呢，是在每个出家人，你只要如法的这个出家，如法出家之后你就要少戒，少戒完就要学戒，那学了戒之后呢，那么你都有资格给别人传戒，因为每一个出家人你自己都是要学戒，要持戒，要学戒啊。但是我们现在的出家人，这个虽然少了戒，但是真正学戒懂得戒或者持戒，那实在是这个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关于这个问真善的事情呢，它是蛮复杂的，有得不得，这个遮，尤其是遮的这一块，遮有轻遮有重遮，这个难看呢有一点点难看，有很难看，到底难看到什么程度？身体的病啊，有重病有轻病。你说我感冒一下就不能上戒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有得不得，故前广分别。所以在这个探讨这个真难之前啊，我们在这个这一篇里边啊，首先对这个真难的问题做一个详细的解释。令其实下使问难者计法明大断，所以首先要让这个问题，让这个就是少戒的人和戒子啊，都能够知道这个十三难、十六支它的具体的内容、内涵和特征。使问难者计法明大，使这个问难的人呢，能够根据这个戒律里边的规定来判断处理，使问答相应，不有迷妙。使问和答的人啊，大家都能够搞清楚，免得到的时候鸡和鸭说，也知道谁说什么。若问而不解，终为非问啊。如果你问了之后，人家对方听不懂，那戒子听不懂呢，那问的就是白问。所以故中间不相结语，佛看不成啊。就说如果语言不通，或者不会听普通话，那佛陀说不行，这个佛看不成，不可以，这种问真难啊是不能成立的。若等立云，不问十三难，则不得戒，故前期明解，彼此无离，颇有不成不解不成，岂不误他大事？令杀迷时，教令练明显著实相送之，此非邪魔，不犯谁住啊？就是如果根据戒律，根据这个四分律里边讲啊，就是不问十三难，如果你不问十三难，那么不得戒，你就是少戒，是不得戒的。所以故其前期明解，彼此无明。所以首先在少戒之前，先要把问题搞清楚。颇有不解不成，如果不了解。如果这个少戒的人不了解这个难啊，这难啊，那这个少戒就不能成立，岂不误他大事？那这不是误人家的大事吗？少戒是人生的大事啊。令杀迷时教，令列宁显著实相送之，所以应该在杀迷的时候，在杀迷的阶段啊，那么这个和尚啊，就要跟这个弟子啊，要说清楚，要让他知道那这个内容。我觉得三迷时候还是不行，还要更早一点，就是要出家的时候。其实这个很多真难的内容本身就是出家资格审查的内容。所以每一个人进入国门出家的时候，就要把这个真难就要先摆出来的。什么人可以出家，什么人不能出家，什么人可以这个少戒，不能少戒。把这些真难的内容就要摆出来的，然后这个出家的这一关，首先在这一关就要开始把关了，而不是说让人家出家了之后，然后跳戒的时候才来说啊真难。当然这个是一关一关，就是每一关啊都要审查，就是对的。进入沙弥这一关要审查，到大戒这一关要审查，但是更主要的是出家的时候就要开始审查了。如果你出家没有审查，他毕竟他已经是出家人了，他已经出家了，你叫他不要造戒，那也是很难过。那如果没有造戒，他是已经出家了，他虽然没有造戒，但是他毕竟是出家人，他对佛教的影响还是会有影响的。所以这个真难啊，应该在出家的这个阶段就要开始。那么这里说，此非邪魔，不犯贼度。你让沙弥了解这个真难的名字，这不是做邪魔，所以他了解这个跟这个犯贼度这是没有关系的。若记律本，但问十三难事，别论做法，但问诸者，今六义者，
多问之之前，那么如果根据这个律本呢，就是这个四分律啊，说问是三难，那么在做法，即论做法，但问诸之，在就在教号的时候问是三难，那么在做法问诸之，那么今就预准多问之之前，那么就是根据这个意思啊，那么现在律主啊对这个问题的安排是，就是先问十三难，再问十六则，就是对这个沙弥，对这个戒子啊，他的这个身份的这个审查啊，那么就是先问十三难，然后再问十六则。又问难之体为要为相解，今问汝犯不犯奸罪所殴？自非名利者，方持名之相，自外经论杂学，必无熟了。下一一见之，不同旧人，朦胧送去。那么这个问难，就是问难的起，这个就是问这个难，每一个难啊，它的实质的内容啊，必须对方要了解。要了解，先问汝犯不犯奸罪否？如果我们现在在问对方，你犯奸罪吗？那么什么叫奸罪？自毁名利的官实名之相，除非对方已经学过戒律的，他才知道这个奸罪的内涵。否则呢，如果没有学过戒律的官，学过经论啊，这些人啊，那肯定不懂，肯定不懂。所以下一句句子。所以到下面啊，一一的介绍，具体的介绍，不同旧人，朦胧送起，不同这个过去啊，人们啊，只是很朦胧，对这些问题啊，没有很清楚的说明。所以我觉得这个安排非常好。那么下面接下来就是要一一的介绍这个十三难和十六则的内容。这个内容呢，我们在这个《沙弥别行篇》里面讲过。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根据这个行事草的内容，再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一边对难，第一种是边对难，为先少细戒，破毁破重地，舍戒防来，易少重地，成罪重，名佛海边外之人，不堪重入境界海也。乃至准论，法以五戒、八戒、沙弥十戒，破一众者，同名边罪。什么叫边罪？这个边罪啊，这个戒律里面有一个比喻叫做大海不少死尸啊。这个大海，如果人在这个海里边，就是溺死的。溺死了之后呢，这个海水啊就会把这个尸体啊冲到海边，最后把它冲到岸上，所以叫大海不少死尸，大海它不愿意接受死尸。同样的，在佛法的这个清净的这个戒律的海洋里边啊，它也是不能容纳这种破戒的比丘。所以如果是破了重罪，这个没有这种悔心，那么身凡啊就要把它灭定了，要把它灭定，也就是要把它赶出佛法的，就是这个身凡。但是如果他要是有忏悔心的话，那么他就可以在身凡里边当学悔比丘。所以佛陀他还是这个还是有慈悲心啊。那什么叫边罪？就是先少细戒，毁破重罪，舍戒防来，各异少戒，就是先已经破了戒了，那么没有惭愧心，然后毁了这个，那么这个戒已经没有了，那么现在呢又再来，欲更少戒，又要想再少戒，此人最重，名佛海边外之人，这种人啊，就是最重，罪业很重，所以名佛海。就是佛法海洋的边外的人，不堪重入境界海也，不可以再重新进入这个佛教的这个清净的僧团中。
那么下面做理论，就是这个根据这个以上的这个道理啊，那么进一步的延伸做理论，就是延伸。法以五戒、八戒、三依、十戒破于众者，投名边界。如果你即便你没有当过比丘，但你在法以出在家的时候，你破过这个在家的众戒，犯过众罪，乃至三尼十戒里边你破了重罪，那么一样啊，都是属于边罪的范围。那么下面第二是讲孤犯比丘尼，什么叫犯比丘尼呢？就是奸污的清净的比丘尼，这个前提比丘尼其实它应该要加一点，就是清净的比丘尼，污泥啊。污泥对方有个前提，就是对方是属于清净的，就是他没有破过戒的。如果他已经破过戒了，那你这个犯了他，污了他，那就不成戒障。那么下面就解释这个问题，究竟这个就是什么情况下会成为不比丘尼，会成为戒障？什么情况下都会成为戒障？因为这个问题它也不是简单的一句话，你说污泥到底这个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四分等力定名污泥，不明性味。四分力里边等力里边都说到污泥，但没有说到这个比丘尼，这个比丘尼是清净的还是不清净的？没有说。故是行之云：如不犯清净泥佛。所以在造戒的时候，一般会问你有没有犯过清净的比丘尼。就是没有破过戒的，依此生劫而问，比丘尼就是啊，这个是根据生劫，根据生劫律里边说的，然后才这么问的。比丘尼，那么在生劫律里边说，若西施恶果及凡夫十戒尼被人污者，出人少乐，是坏尼进行，中后人患不明。坏泥呢，就是指这个犯这个犯这个清净的比丘尼啊，它主要是指的，比如说这个出果的比丘尼、恶果的比丘尼，还有就是凡夫的、持戒的比丘尼。那么这样的一些比丘尼被人奸污的，那么出人少乐，就是在奸污的时候，这个对方啊。就是感受到这种快乐啊，那么这个就是属于犯泥进行，就是那就是属于犯的这个进行的。中后人犯不明坏泥呢，就是那么如果说这个比丘尼已经被人家给这个奸污过了，然后你后边的人再这个污他，当然这个罪业也是很重的。但是呢，不成戒呢，因为这个比丘尼他已经不是清净的了，他已经不是清净的了。那么如果第一个人他本身是清净的，清净你破坏了他的这种清净的，那么你是属于这个破坏，那么就会成为这个戒障戒难。那么后面的人这个污泥啊，那么就不成戒障，因为他的皮已经被破掉了，净的皮已经被破掉了。若罗汉出后人即明乱，如果被奸污的这个比丘尼，他是一个三果的比丘尼，或者是四果的比丘尼，因为这个三果四果人啊，他被人家奸污的时候，他的心还是保持清净的，他不会有少乐，所以他虽然被奸污的，但是他还是保有清净的戒。那么反过来说，如果出果的比丘尼和二果的比丘尼啊。他的这种空性的定力很高啊，当他对别人奸污的时候，他也不少乐，他是如如不动的。那么这个第二个人去奸污他，第三个人去奸污他，反过来说，他也还是会成为戒障，也还是会成为戒障。所以说，这个三果四果，出后人即明那里。但如果作为一般凡夫的你来说，被人奸污。要做到一点都不少热的话，那就很难，比较难，它这个没有这么高的
不太容易有这么高的定力。故之为是静静翻成难色，所以说所谓的污泥啊，那么这个前提就是这一番它是一个清净的，它具有拥有清净的戒指。那么下面讲呢，持咒若摸杵，八泥污泥八字，若一人以八字换泥，令换动者，俗人不成难。这个讲的是在比丘尼里边，这里边有两条戒，就是这个也是属于重罪里边的一条，就是摸触戒，是身体的抚摸啊。那比丘尼要跟别人抚摸啊，也是会犯戒。那么还有呢，就是八尼乌尼八字，什么意思呢？就是八个人以八种事情去侵犯比丘尼，或者说一个人以八种事情去这个侵犯比丘尼，令犯众者，使这个比丘尼啊犯众罪。八字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抓着对方的手啊，或者抓着对方的衣服啊，或者带着对方到一个这个比较人少的地方啊，或者跟对方这个比丘尼啊站在一起，或者这个说话啊，然后这个身体啊靠在一起啊等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事情。那么这个八件事情，它这里面就蕴含着一种染污的不干净的心理。如果比丘尼他也有这样的八种心理啊，那么这个比丘尼啊，他就会犯众，就是犯根本罪的。但是如果就是说，如果俗人以这样的八件事情去对待这个比丘尼啊，那么这个俗人啊，他虽然有罪过，但是作为少戒来说，他没有犯这个，不犯这个，不属于这个十三难的范畴，不属于十三难的范畴。那么下面这个再进一步说明，善辩云：若坏泥下二洞，不但出家；若坏大泥三处行淫，皆名难也。这个善辩里边说了，如果你坏这个泥下二洞，就是四禅摩罗尼和这个沙弥尼啊。那这样，这个是不坏，不但出家，不障碍出家。那罪过虽然很重，但是不障碍出家。那如果你坏的是大泥比丘尼，那就是三处行淫，三处的任何一处啊行淫，那就会成为你出家的障碍。若与白衣俗服相以泥浊而行淫者，如果你要把他在家的衣服一定拿给这个比丘尼让他穿，穿了之后啊，你要跟他这个发生性关系啊，那么这个就会成为难。那么如果这个是比丘尼自己喜欢这个穿这个在家的衣服，你也不了解他是比丘尼啊，那么就是不但出家。必亦何？若知少戒戒言是着于食服，一定成难。那么这个根据这前面的道理进一步的说明，如果说你知道对方是一个戒戒，一个戒戒的比丘尼，因为特殊的因缘所以才穿的在家衣服，比如像文化大革命，很多出家人啊都要穿上在家衣服，但事实上他是一个出家人，有的时候因为有一些特殊情况。那么如果你明明知道对方是一个比丘尼，那你现在这个玷污了他，那么也会成为你少戒的这个障碍。但坏禁定，不论知性不性，管有慧力，如意俗抄。那么另外在这个书啊，这个和抄页书和这个诗经译抄里面有说，有另外一些说法，比如说你只要知道，你只要坏的是禁定，对方是一个清净的比丘尼，那不管你知不知，那你都是这个患难。那么同样这个问题会不会发生在
南顿的身上呢，幻比丘尼是属于戒纳。那如果幻比丘呢，如果一个女众啊，这高龄比丘呢，他是不是也会成为他出家的障碍呢？这种事情肯定也不少啊。同样，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所以日久就问，何不言坏比丘呢？他怎么不说坏比丘呢？答：一尘那也，就是你要坏的比丘啊，你众啊，这个高隐这个比丘啊，跟他发生性关系啊，同样也会成为这个出家的障碍。明少戒中广问便是，所以在比丘尼少戒的时候，你要问，哎，你在家的时候有没有这个，跟这个亲近的比丘啊，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关系啊？由是几乎，因为这种事情可能比较少，所以没有特别的说，但是不是没有根据的，所以故上生经里面说，少五戒的问僧那里。汝不患比丘，比丘尼否？所以在少五戒的时候就说：“哎，你患比丘还是比丘尼吗？”故知同是难事，所以同样的，患比丘尼是难，患比丘啊，一样也是难。所以我觉得这些条件让大家搞清楚蛮好的。我看不仅要让出家众搞清楚，那在家众也搞清楚。就是我们这个佛陀制定的戒律这么伟大，所以应该让更多的人这个都知道，能够对佛法升起信心。皆为俗人食饭，若少戒已犯者，指明边罪所造啊。那么现在讲的这个污泥啊，主要是指的是俗人食的饭的，如果是出家以后犯的，那就是属于边界的范围的，就不是属于污泥的范围，它是属于另外的。那么接下来休息一下。